我希望他还有机会，因为我觉得是个人，但是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不方便说什么。你跟肖都熟吗？我很佩服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工作上的前辈，但我觉得他现在也在承受这些痛苦的过程。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但是我觉得可爱又认真又其实很创新，而且我觉得其实很有创造力，然后也很有行动力。但我觉得我还是那一句，就是我觉得谁有点谁没有，就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曾经受过伤，也伤害过别人。我觉得社会台湾人民跟大家，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蛮愿意给机会的。对，我希望他还有机会，因为我觉得是个人，但是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不方便说什么。但是如果是他们跟当事人真的好好的有互相找到了彼此可以过得去的方法，我觉得彼此祝福还是挺好的。你跟肖都熟吗？我很佩服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工作上的前辈。因为他曾经做活动的时候，他半夜打给我说：“中心你睡了吗？还没有，我们来约本。”他是跟我约本的人。然后包括有一次，我其实在就那时候年轻不懂，就比如说这一页我以为念，我就丢到旁边，然后丢到旁边说发现前面那页还没念完，然后教哥马上接过去说下一位什么什么的，教哥说你丢得太开心，我就说好险你救我的。所以我觉得在专业上是非常非常值得尊敬，但我觉得他现在也在承受这些痛苦的过程。对，但我就觉得对啊，我觉得就是互相之间要找到一个和解的方法。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给个机会，帮到所有的人，因为这些还是真的是在各个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包括那些受伤的人，都很适合在自己的位置上进行发光。